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跟老范大哥说话你也生气啊？老范大哥，你让开，你让开。老范大哥可是个好人哈，拾金不昧。上次我200块钱从楼上掉下来了，老范大哥都捡了都还我了，我就拿那200块钱买的这件衣服。就这件情侣衫啊？谁跟你情侣衫啊？人家我这个是香蕉，你那个是大马猴子。大伙儿看看啊，大马猴子和香蕉是不是绝配呢？你拉倒吧，你那大马猴算啥呀？你今早上看老王那人生的大马猴子比你那还大呢。你俩啥绝配？行，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呢？你刚才说谁还有这跟我这大还怎么的？老王。哎呀！哎，嫂子，快进，嫂子，哎，老王，哎，你干什么你？我是老范。对对对，他是老范。你干什么你？哎呀，有话说话，动啥手啊？我恍惚了，老王。不是你上我们家找啥老王啊？老王他不在这儿。那在哪儿？哪儿啊？一般这个时间，老王都在河边看钓鱼的。对。